中式礼服球冠呢，是新娘们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选择，每一个球挂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们会发现跟旗袍不一样的，所有的裙挂都好像是一件外套，没有很贴身的设计。没办法，你猜猜是什么原因？官方吧，官方。哈哈哈哈哈！其实是因为呢，华人在设计里面的时候。设计本身，我做的是大家就是穿的角色的衣服来。